所以你可以看他做节目呢，他是做效果，是 是真正在节目上骂你的都是台剧员郭子乾、许杰辉、洪都拉斯还有九孔，都他们那几个，连陈安姐现在都骂，阿肯纳都也骂。啊，哎，这个就是这样啊，你都没进棚吗？这帮我记一下。哎呀呀呀呀，秋爷，哇，是厉害，秋爷，秋爷，秋爷，坐这里，是，这个主席，哎呀，连秋爷都请到了，聊天厉害，大师，我人好，我们绝对不会说像前面说有人还怎么这样拥抱啊，我们不会这样子，对，来，你坐过来，我们就坐这里，可以，很好，啊，邱员这个来了，我们蓬荜生辉啊！是，邱员最近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就是以前的这个高雄县长杨秋兴，杨秋兴说你说这个我们立法院里面没有你是不行的，说你是可爱至极，没有错。你对可爱这两个字你的看法怎么样？这个可爱是用在蔡英文身上啊，我完全是这个我告诉各位啊，这个国会不能没有邱毅，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。今天要是没有我邱毅这样爆料。其实台湾这种贪腐的现象会蔓延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？今天要不是我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我整个家也都没了。我爆料爆到连太太都跟我离婚了。是。你知道我这个肩膀上的责任感有多重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我这男人的肩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杨谦县长讲的非常的对，这个国会不能没有邱毅。你知道吗？现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也不能没有秋意，其实还好了，这样好了，没有秋意还好，没有秋意也要比较辛苦一点。哎，你们俩不要说大话，因为我还在里头，我有喷过喷雾器，你有吗？我有那个防狼喷雾灭火器，不是你有吗？李大师，我还告过所有的224位，除了我之外的立委，你有吗？那大师，爆料我也在爆。大师，如果真的要这样比的话，我还被开枪打过小腿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我被关过，我关的时间比之前陈阿扁关的时间还长。我被关的时候，枕头还被人家踩嘞。你有没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别说你，我以前住的地方，还有那个特务跑进来过，他别说踩枕头啊。李大师，他连我李大师，我再讲一个，你就已经没有办法反驳我了。我你有带假发，当众被头跑秀。对呀，这种你知道那种痛？对，这太难。我人见严谨吗？说真的，这太难，这太难，这对，对我们邱立伟是真是很糟糕。所以你要效法我嘛？你先光头就不怕有这个后遗症啊？对，不是这个，不过我是可以保证，哎，你这光头啊，那我是可以撕掉的吧？对啊，是啊，那撕下去他就会变另外一个人。不过讲真的，这个伟忠啊，你做的这个节目啊，你带领这一些。人真的是给台湾人解闷了。你刚刚讲了什么话？什么国会没有秋意，可能就没有戏，就没有趣味。对，那你试试看嘛，你这一届不要选，看他国会会不会有趣味。啊，对不对？你下一届再来选。对啊，如果真的没有趣味，我让你再回来。对，当立委是去趣味。你叫我说这一届不要选，国会会不会有趣？这就像说金钟奖要是没有全民最大党，你觉得会有趣吗？每一年都发那些人坐在那个角落拍音色画面，今年比较惨呐，今年是白云还在打瞌睡，好像还是被你发现了，对不对？他以前坐在那边这样，白云是可以做这种事情，对呀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没有大字报，他就睡着了。我其实，你都不进棚了，你都不知道那些状况。不是我人在国外，这次不是、啊、伟忠啊，我这个我是真的是当这个面啊，我来称赞你们这个团队啊。是，整个金钟奖要是没有你们这些宝贝蛋坐在那边的话，整个晚上能看吗？我也看 YouTube， 是不是？挥大旗啊，挥大旗啊！我每一年做效果、啊，每一年都要这个，我们这些宝贝蛋都要去做这个，是不是？做这个事完全就是一个。自己的 party 嘉年华会那种心情，参加 party 对不对？没有得奖也是照样鼓掌，鼓得最大声，哎，对，这就是可爱嘛，是不是？你该上台的就上台，你该下台就下台嘛。阿扁该关起来就是要关起来。好，我不要去，不要去。哎，伟荣哥，可是你知道大党的那个休息室有很多不可对不为人知的内幕。因为最近呢，整个大党我们交给制作人在做处理嘛，哈，就是这次。金钟奖上台去讲话那个叫秀秀讲话讲得得体嘛，是制作人，就很多事情呢，他都就很多都给我讲这个公事，讲是这个报喜不报忧。可是里面有很多秘辛哎。哦，就是我们在，就是在这个秘辛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因为秘辛不发生。
是啊，英文还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他讲什么秘辛？秘辛不可能发生，住久了秘辛冷啊。那今天三位那个徐主席啊，他们对我们节目都很了解，他们都很了解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秀秀也设计了一些题目，要让他们真心话大冒险。哎，不说实话，不是喝酒喝杯酒就过了吗？不是，我们要惩罚。不行，那请主席先来好不好？你刚才你在哪里啊？你要不要先吹个牛啊？我刚有菜，有小菜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。对对对，主席，徐主席先签好，我先签。好，这样啊，好，这个是徐主席要帮我们回答的啊，看看最大党那个有什么秘辛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哎，我不了解的啊，就是最大党里面最爱耍大牌，谁最爱耍大牌啊？这没有别人吗？台资源啊，再有奖吗？这个叫秘辛吗？不是秘辛，全国观众谁不知道？这为什么讲完之后都全场鼓掌？这什么意思？因为大家都被欺负到啊！这些通通当过当工作人员了。那他可以阅文一二吗？这个他一来啊，就是如果放个屁，还要人家闻他的屁、啊。那他想吃的东西，别人不敢吃哎。你跟徐主席，那个你跟郭子友谊是？郭子乾也很熟，那这样子不会破坏你们俩友谊啊？或郭子乾跟这个。台资员有不会啊，你台资员你这样不讲他的话，他不爽哎。哦，真的，你要把他讲的时候很极端，他就会觉得哎呦，我这举足轻重哎，大家都在乎我。你不讲他，你把他忽略过，你王八蛋。哇，这么讲出来，他是这样子的人啊。是啊，你看他放屁的时候啊，一放，一般我们正常人呢是会憋着声音，要不觉得没有声音的，我会出去外头放，通风处你知道。他不但不这样。他就是坐在大家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屁已经放了十秒钟，还问旁边的人你们有没有闻到？对，这什么态度啊？然后如果你要跑的话，你还不能跑，你一跑说干什么？谁不放屁啊？放屁才表示健康啊！哇塞，这个明朝的皇帝一样，差不多。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了，如果阿 Ken 跟纳豆他们坐得很远，不是在周围的话，闻不到的话，立刻冲过来，哇，大哥啊，这生活精啊，哇，来吸取你的精华。他们是这样过日子的，哇，很可怜的。大师现在那个，你看大师那个割了瘦肉线之后，这个动作非常。我为了灵活，拜托我再次强调，大师我割的是瘦肉线，我割的不是生命线，我是很厉害，你知道？大师，哎呦！这个李大师啊，这个你不要忘记了。有时候你坐着这样表演就好，因为你刚刚这样出来，那个你那夹克背后是人家赞助的。不要讲，我知道了，刚才跟大师骂那个许杰辉骂了很久。许杰辉干来的，许杰辉还是干来的，还是做节目吗？对，鞋子是我干来的。所以好像你们这个做节目，不包括这个什么服装道具也都要很激动哈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以前电视圈有句话是这样讲的，能够借呢。就不要租，能够租就不要买。哎，是在那是我们很早很辛苦的时代。所以就是你这样的精神，然后传达到郭子乾，然后洪都拉斯，所以他们以前就是用。对，他们那个不是借什么的，他是一勺爆多啊。做连环炮的时候，做我助理的时候就一勺爆多。是，就不知道哈。那伟忠啊，你知道吗？刚刚讲这台剧院还有一个，就说他对吃特别讲究。不是，他就讲究到有点过度龟毛了。你这么了解台志源？我太了解了。你们一起割生活线的？没有，他应该会比我严重。因为他现在什么三酸甘油脂啊、胆固醇什么都过高了。对，他应该不用割，他应该会比较舒服，很快就。不是他今天不在，你们大家讲他吧。不是，他今天在讲的更多。今天不在，我们就含蓄讲一下就好了。因为没有在现场，很难去比喻了。比如说在现场，我们还说他腰围，每天都说他变瘦了，每天都要问人家说我是不是变瘦了？怎么样？你们看啊，这一坨肉是不会变了。吴一佩每天都讲假话，哇，台哥你变好瘦了，狗腿一样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第二个，过关了啊！对，过关。是，那我们大师来抽一下。对，就是三位大师很了解我们的全民最大党，所以说有些。幕后的一些问题呢？秘辛，今天这个是由大师来回答，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的啊。如果最大党要 fire 一位演员，你觉得会是谁啊？如果要 fire 一位演员，觉得要 fire 谁？我现在如果说 fire 彤彤，一定很矫情，你们一定觉得我很矫情。不会啊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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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而且转台过来，对，费用都打错了。而且常常9点 online， 他8点50分才到，这个是给化妆师很大的压力啊。总统会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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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怕，你为什么要总统讲这么多话？总统会，总统是你干儿子吗？对啊，哦哦，不信不信不信，虫虫也是个王八蛋啊！不信，这样说他，我没抢啊！你这王八蛋！你说你明天要出奖了？我要写律师信了，他把你刚撤掉，我告诉你，这肆无忌惮。你刚才讲错，除了李敖之外，其他人都是王八蛋。哦，不是是，不是是因为这样的啊？说虫虫是王八蛋？不是。因为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呢现在年纪也大了，我身体也不太好，我现在呢准备要写80本我的这个李敖大全集，是那现在还差40本才完成一半，所以我希望我多点时间写作，那我希望维持我的曝光量，就让统统这个王八蛋去就好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要不你们里面，你说郭子乾他们谁能模仿李敖呢？对不对？最好翻译的呢，我觉得九孔其实不错的选择。不是说我要骂九孔这个小王八蛋，因为他自己说要走的，他要跟全民最大党做切割。那他说他拍了一个电影叫做这个疯狂的赛车。好，他说他是电影咖，后来在你们这边，哎呀，拿那个软棒打来打去，结果我发现我看了那个电影，你知道他到里头是真的拿木棒被打，在那边软棒打他，他以为他多屌，到那边是真的木棒，我们这边假的蟑螂拉身上，然后就放嘴巴没事，他去那边吃真的蟑螂，你懂吗？哇，他说他在那边电影咖，其实他什么都不是，真的，他从拍了那个电影之后，他又拍了六部电影。没有一部像的，你懂吗？你现在都拍了，都还没有像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王伟忠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说，既然人要走，你没有新的人，你是不需要留他的，你懂吗？他就可以走了，对吧？像统统他们这么优秀的，许杰辉、郭子乾他们必须要留下来。了解了，了解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了解了，了解了。台志源虽然会耍大牌，但是要没有台志源，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好吃的便当可以吃。哦，这哦。这个是很多人都讲过这样的事情，对，全世界都知道。他每天还在 complain 便当吗？哦，我还是 complain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你订个便当，他一吃不好吃，谁订的便当？这他讲什么？啊，朝他妈的头发！你刚讲出来，朝你朝他妈的头顶嘛？别，他朝他的头顶，我要帮你消一个，别。我朋友海内外都这样说啊，各位三位大师都说许杰辉啊，唐崇盛啊，郭子乾、台志源这些人都不是人，都是鬼。所以我们再表演刚才那个哔哔哔，来干。所以你就是鬼王嘛，贵的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继续要再抽，好不好？是，来来来，委员，委员，这个因为我是爆料天王，是，我对资料要自己很仔细。哦，我也不晓得你跟我们讲真来讲假。当然，当然，好，请。得奖的是潘玮柏，《爱无限》。哎，你不要，其实我一直还想找潘玮柏来聊聊天，我觉得小朋友很辛苦哈，他 EQ 高了，对，所以跟当总统一样，没当上总统啊，啊。觉得很惋惜，当然总统很辛苦啊，辛苦了，对，是吧？不是这个题目，这个完全就是跟第一题一样嘛。这是什么例子？啊？谁最爱对工作人员发脾气？是同一个人吗？当然是同一个人。在请求爷。我后来发现，为什么台志源先生这么喜欢？据我了解啦，哦，因为我其实都收集很多资料，我在猜他喜欢对人家发脾气，应该是他个人的休闲活动。比方说他说他会去骑脚踏车，他会去慢跑，我觉得那都不是他的休闲活动，他真正的休闲活动是喜欢骂人，你懂吗？今天他一边骑一边跑，还一边骂路人呢。对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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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我告诉你，你刚刚陷害我，哔哔哔哔。哎，齐小川还要载着我，他一骂脏话，我还在后面哔哔哔哔啊！你别害我啊！你真的骂出来，我不能播。你的他的逼声要压过你那个怎么办？